开始啊！好，来，教英文三米百，一年四班，优秀的一年四班，第七课智慧148页，补充第九个单词 remove， 一起来学 remove，move 叫移动，对不对 ？re 再加一个 re， 去除，是不是？去除。来 ，remove， 看例句，跟着打开课本，拿出红笔、蓝笔、重点笔，好吧？跟着老师一对一家教，站你旁边，外师，听说你可以。来 ，Mom ask me， 母亲、妈妈问我，不是问我哎，我猜是要求，ask me to do something。来，上面写。要求妈妈要求我 to remove 移除去除 the mud mud 是什么东西？你说不知道 mud 泥巴写起来 mud 是家里的电视机上盒。艾尔达 MOD MUD 泥巴，有没有看过蜘蛛人？蜘蛛人跟有一集是那个杀人，有没有看过？哇，他没有看过 Spider-Man。 蜘蛛人有一集是杀人，他后来怎么把他击败的？沙子会消掉，他把它弄成水，把它变成 mud， 就变固化，蜘蛛人就砰就把他击败了。mud， 记住哦，我在增加你的印象哦。mud 叫泥巴，妈妈要求我去除泥巴。from 从哪里去除泥巴 ？from my shoes， 从我的鞋子上面。before 在我做什么之前 ，before 在什么什么之前 ，I step into the house， step into 画线 ，step into step 叫做脚步 ，step into 就是踏进去。踏入房子里面，把泥巴用掉，这个是很正常啊。老外，外国人啊，他们是穿鞋子进到房子里面啊，有多脏？非常脏，不要让老外听到，非常脏。他们穿鞋子，外面啪啪照，然后在门口摆了一种塑胶垫，进去。包口哎，就踏进房子里面了。老外的房子里面还铺地毯呢，那种地毯，他脚就踩进去，所以老外房子的地毯，拜托不要做人啊！女同学不要穿着内裤就在往老外家的地毯一坐。你没穿内裤，小心得病啊！老外家的地毯很脏啊，很脏，所以他们老外哈就进去，就是个鞋子就脱一脱，就躺在床上就睡觉。我们去过那个有钱人家，有钱就是任性。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家有钱到任性什么状况，我跟你讲，外国人进去。男主人往前走，两个家里的女佣，一个在前面，后面有个女佣在后面。那个女佣做什么事？讲出来让你下巴掉下去。你从来没有。他继续走，女佣在后面蹲着，大概半身高，跟着男主人后面的脚。哎呦我靠！下一步是发生什么事情？请说。啊？你说。哇，这个脸你们也知道啊？哎呀，没错啊，千真万确啊。电影情节。你说，你要厕所吗？几号？洗手。啊？洗手，洗手几号？为什么你手要洗啊？三号。三五。我有没有说我台北同学家里那个没有电视的事？没有啊，对，没有了，
那个我第一次插舌啦，嗯，我讲过了嘛，对不对？讲过就不讲，然后说我讲过了嘛，对，没有了，我每次讲都是一样的，表示千真万确，老师真心，乔老师点头如捣蒜，我讲过啊，那时候在睡觉啊，我在家他家打那个任天堂啊，记起来吧，跟人一样大的任天堂。马里奥兄弟，想起来吧，他家有，哎，老外就是这样。好 ，Before I step into the house， 是这样子。是中水，十四号。中水，十四十四。中水二十四。二十四。好，来继续。那他几号？三四的，没有，不是十四啦，十四啊，是不是要双子？十四啊，你几号？二四啊，那个是几号？三十四啊，那个是三十四啊，请问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叫二十四？二四，怎么了？我在这里耶，我哪里？那刚才那个男生那个是谁？几号？十七。好多乱骗哦，没品。没品哎。谁啊？吴龙峰。吴龙峰。来继续。第二句。Remove the waitress。Waitress 知道吗？服务生。服务生。男的女的？男的。男的，女的，错，男的，后面那个篮球队都知道是女的，哎，女的服务生 waitress， 男的叫 waiter， 啊，庄水男，十七号你骗我哎，你说你是二十四号，二十四号，胡老公啊，老师，先欺骗市长来讲，哎，欺骗市长我要讲一下，小过一只，小过，欺骗，哎，十号也欺骗了。七区、啊、你要把十少爷拉进来。对，一起啊。他举报你欺骗师长。他们不记大过，我会记大过。哈哈哈哈哈哈！好，来继续讲下去。The waitress remove， 移除什么 ？The empty plate， 空的。盘子，对不对？盘子做什么 ？From the table， 从桌子上移除空盘子。哎，为什么 waitress 要移除空盘子啊？继续看下去。After we finish our meal， 在我们吃完我们这一餐，他就会把我们的空盘子移除掉，对不对？就收走空盘子啊。这很正常吧？这个总就是要收服务费，美国服务费，台湾收服务费是几趴？3%、10%，三趴或10%。美国收不收服务费？收小费。收小费。你要找哪一个老师？很快老师。啊？王大玉老师，几号？九号。29。老师王大玉。十九。王师。需要。美国是给小费的，哎，你给一般给几块钱？十八。一般我们都给。如果给1块钱，我大概都给3张到4张。那如果你要给5块钱，你就给1张或2张。那吃简单一点的，大概都是这样。那如果你吃高档一点，你给小费给太少，给不出去啊。点会错。哎，他会看的。那一般给的时候，你要压在那个餐盘下面。我们去国外啊，如果住饭店也要给小费，给那个 housekeeper， 给那个 cleaner， 那个在住饭店给小费要给在哪边？
放枕头下面，这样知道吗？放枕头下面。那如果你去那个饭店哈、哦，抽屉打开里面有圣经，怎样？我都需要小心，这个就表示这里出过事情。圣经，那你最好打开圣经念几段，好不好？你在台湾住饭店，进去一定要先敲，我要进来喽，一定要这样。你们住饭店有没有毕业旅行？没有。有毕业旅行我可以跟毕业旅行毕业旅行我跟你讲有几间房间千万不要住这我都是经验谈跟你讲走廊最后一间不要住如果你被分配到最后一间拜托你就说、欸、我要换房间还有一间那个叫什么电梯旁边对面那一间不要住，这个一定要记起来，要进去了，敲一下，要跟里面的人打招呼啊，下来里面的人，千真万确，这都是经验谈。我弟弟呀、啊，我有没有讲过我弟弟的事情？没有，没有，没有啊，讲一下，讲一下，在你们。班上没有讲过，没有，没有。啊，就是特别 true， 鬼故、嗯。等一下，我真的讲过，没有，真没有。我说我弟弟国三的故事，没有，真的。嗯。好，我上完一部分再讲，好吧？但这一段不能录哦。好。这一段不能录，因为这个牵扯到太多。过往的真人真事啊，先卡，好卡，卡，今天等下你们胆量够吗？够，真的够啊！好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因为这牵扯到真人真事的人品，一切要负法律责任，我这边要先卡一下，千真万确。